草莓是不是跟微笑一起的呀？微笑应该是会选草莓吧？他们两个一起的吧？我不可能选他草莓啊，微笑肯定会选他呀。我要选金工啊，兄弟啊，我肯定要选金工的。上路位置如果我能出的话，我要选金工。没办法，能选金工，但是我不可能先抢，我不可能绑定金工。就我是没有办法绑定金工，但是有轮到我了，完我了！能选上路有金工，我会选，我只能这么说。有这个选择，这个选项我肯定会选的。金工也强加吗？是的，金工确定强加了，想抱我的他大们今腿，天就是一头大便啊，兄弟们！他想今兄天太弟弱了。撸啊撸，想抱我的大腿，但是金工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一定能选到你啊，我先跟你快说一让我下，回来！什么？金工跟林伟祥怎么可能一起选啊？妈呀，两个五飞卡呀，兄弟，这两个肯定是五飞卡呀！你家金工现在含负多少分吗？金工妈呀，分比我高。金工现在分妈也比 LPL 的上单高还高了，兄弟，你说呢？他妈这么能留！他600分了，今晚兄弟他有林伟祥的，明天有没有跟玉在约了？我们玉在不打了，他说不打，他说他老头被不打，他就解说，UZI 不打，德赛不真打牛呀，兄弟！，UZI 不打，德赛不打，都不打，两个人都不打，UZI 在 OB，对，他要 OB，OB 压力少啊，我说实话。OB 压力少又轻松，妈呀，能开所有人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自己打反而压力大，流量都没有看得多。我说实话，因为你别人打比赛的时候，你可以 OB 别人的什么所有打上帝比视赛，角、第一视角什么都能 OB。